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色素，我们来练一下这首八头歌。好，那一开始呢是一个一五啦，好不好？一五就是食指呢按着在第五条第二格，哦，按着这样子，那其他都闷音，哦，下面都闷音，对吗？那一下呢就是弹下去以后把声音切掉哦，弹六跟五哦，再说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再来说第五哦，我们按D好了，无名指呢放在这个第二条第三个，那中指放在第三条第二个哦，那一样根音是第四条哦，刷下去，那这个是下上下哦，哎呦哎，七成像了哦，再来说第一个干嘛？哎呦，再一次哦，再一次是什么？这是 A， 所以你的食指呢放在第四条第二个，好，哦，那你的这个右手呢弹五跟四。一样是下上下，帅死了！前奏已经八成像了哦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学这样就够了，这样就够帅了哦，那就可以去找你的小女朋友打你的头了，好不好？再说，帅！好，如果你要更帅的话，后面还有这个呢，你的无名指来弹这个第一条第三个，所以是三零，对吗？三三零，然后再来哦，第二条三零，得得得得。帅死了，然后干嘛？一个推音，嗯，有没有？然后干嘛？他这个，他这一次的 cover 是有这个哦，放开的哦。我是哒哒哒，再一个勾音，对吗？所以连起来这样，哎呦，有点挑衅的感觉。然后接到接回去，刚刚第一个一五，帅，我们再上，哦，好，接回去第一个哦，然后再来干嘛？一样低，然后再干嘛？最后面这个比较难哦，这个是干嘛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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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在这个食指在第五条第二个，二跟四，可以吗？第五条二，然后再来是。第六条四，好，再来二五二六二七，所以你的手在那飞来飞去哦，是这样的 哦。那你的 pick 可以这样上下，好，再来，可以吗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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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说哦，记得把声音切掉哦，我右手把它闷掉。好啦，我们全部连起来，准备哦。哎，差不多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来跟着音乐练习看看喽。准备喽。